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校长。我们今天要来拆到的是一些某线上扭蛋机里面扭到的一些核弹和扭蛋。首先感谢本期视频的素材提供者校长的妹妹大德夫。大家好，我是幺妹儿。大家好，这个是校长的幺妹儿。我要好声边抽边拷问一下这位非洲幺妹儿，感想如何？首先我们先来拆一个之前校长也拆过的这个系列，就是这个轻松熊的这个香水瓶。之前校长是一发入魂，抽到校长最想要的这个粉色的。然后这个幺妹儿，你当时看到这个香水瓶，你是想抽哪一个？我想要这个封面绿色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结果看一下你抽到了哪一个？你这，你正常不正常？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蝶豆兰吧之类的东西，是不是？来看一下，这样子组装的，把两只轻松绳扭起来，跟我的这只放到一起。挺好看的，这只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可以跟我的这只摆在一起，可以。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我想锤死他的这个系列，这个系列你们猜猜这个是什么？我当时他发图给我，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个系列会抽那么多？来，我们先拆一个看，请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现在，我把这个东西推上去给你们看，不错，我现在来推一下这个东西，我从小肺活量巨差。我不就会死在这个上面？来，你再推过，你把这个推进，来，我也推给他。哎，我妈呀，不要吃了！你们想，他中了三个这个东西，我只能吹一个，另外两个他接不过，吹完他走不了。吹，快点！第一个，现在这个棒景你们看不清楚，等他把他那颗另外一个吹完了，我跟你说，再给你们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过度上头的非洲难民，请问你头上的、脖子上的是什么东西？你不要动太大，动太大我会不好给你打码。不要不要，你说是啥东西？我想问采访你一下，为什么你会抽这么多 U 型针，而且还是塑料的，又难受。来，因为我是封面捕获，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扇子的，有一个扇子。结果呢？你抽了什么？几个青椒？为什么你抽了五个青椒还敢确定你可以抽到虾仁？你懂呀？那个肥瘦脸，狗是山狗都是山。我的妈耶！好，饶过你，饶过你。OK， 大家刚刚看到了，就是青椒和糖豆的那叫什么 U 型针。那个吹那个真的太费劲了。我从小一个那个肺活量不过1500的人，让我来吹个那个，他也是疯了，抽了那么多。这个警戒大家千万不要上头。这 U 型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香蕉对吧？香蕉拿来以后抽什么？不知道，弹幕里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有意思，会想要这个玩意儿？我留着留着，这个留着。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新奇的一个东西。你们先看这是什么？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那我一听到他买这个东西的理由的时候，我一懵，妈耶，这是什么东西？一个电饭煲，电饭煲还有贴纸，来看一下这款电饭煲，有1、2、3、4、5、6，一共6种颜色，然后它里面的内胆是可以取出来的。其实，蚂蚁吐了唾沫在嘴，来看 ESC 啊，你怎么 ESC 分次元 ESC 多好啊，就不要留个太久。然后这个电饭煲，来我们把贴纸贴上去，我把贴纸贴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电饭煲。这个电饭煲它的内胆是可以取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你就光抽电饭煲也好。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你会买这个电饭煲？因为我去淘宝搜了一下，上面有一个这个电饭煲可以喂鹦鹉、喂那个鸟，就觉得很新奇。我把他淘宝搜的图放在这儿给你们看一下，你看一下淘宝上这些人买这个这么小的电饭煲拿来喂鹦鹉，做鹦鹉的那个饭钟。但是为了我捏啊，捏了鹦鹉吗？你赖嘎子，赖嘎子，行行。哎呦妈耶，好了，电饭煲放这儿，行吧。然后你们来看看这个非洲黑人，这个东西本身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你。屁桃大家应该知道屁桃长什么样子吧？好吧，那屁桃那个系列里面那么多，我先不看这个东西，不给你们看这个东西。哎，他们给涂了吗？OK， 有一个不太清楚的黑白图哈，你们看一下，这么多里面，你们猜他抽哪个？你想一想，非洲黑人会抽哪个？对，我知道弹幕里肯定有人猜出来了，最丑的这群毒蘑菇，对，给你们看一下毒蘑菇，人间真实毒蘑菇，丑不丑？丑不丑？我就问问你们，这个是一张什么脸？毒蘑菇还开花，我的妈耶！你抽到这个，你啊，无话可说，这啥香味我还怎么涂脸？我想怎样？你想哪个？我想涂皮糙，对吧？哎，你有没有想过你起死回生的那种人？怎么想东西啊？香的不？
的下面呢，哦，还有一个也是我比较费解的这个东西。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家这套里面本身可以抽哪些哈。先来看一下人家这套其实挺可爱的，你看看这套里面，我先把最后一个遮住。你看看这个兔子可爱吧，一个粉红色的兔子。这狗可爱吧，蛮可爱的。这个猫可爱吧，也挺可爱的。这个熊也挺可爱的。你们看一看最后这个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肌肉猛男，肌肉猫是不是？那你看这个人，这个人这么多可爱的不抽，给我抽个肌肉猛男、肌肉猫。非洲妹妹。非洲妹妹，你说这个里面哪个不可爱？除了这个东西，啊，无话可说，放着。好，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我觉得好像还蛮挺正常的，另外两个就挺正常的。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错吧？反正就是几种那个精灵宝可梦的球，其实最正常的就是这种一般的。其实这个还好，这个我觉得不要抽到这个，其他都好看。他抽了一个白色的，感觉这个还不错，还挺有实用性的。这个皮我觉得非常麻烦，这个外面是那种小皮革的一个这么小的包袋子，可以放点什么东西进去，我也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放点什么？放点化妆棉、吸油纸啊？我觉得 OK， 还行，这个还行，我还比较满意。来，继续往下，我们来看看原子小姐。原子小姐这一款杯挂里面，就感觉比较普通款。原子小姐那么多好看的杯挂，你们俩出了个这么普通的款。这个里面我应该最喜欢这个柠檬的，你当时之前出了吧？就这个柠檬的吗？给你出来的？我的天，这个最简单的这个，你，我觉得这个有点猥琐。我觉得这一款是那么多款里面最猥琐的一款，还有一个耸肩，你这个也是够了吧？哇，我的偷窥哦，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我看一下，美味世界红毯盲盒，看起来跟其他的不一样呀。哦，缺的，来，先看图鉴。这款图鉴你当时是想抽哪一个来着？我想这个香肠，香肠，其实都还挺好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这个三明治也挺好的。香橙的薯条应该也蛮好的，结果你抽了啥？来，里面最普通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哦？这个是啥？棉花糖吗？那么多好看的里面，你就抽了个棉花糖啊？你不觉得标题实在操控你吗？一个肥猪来你还非要抽，还抽那么多啊？还不死心啊？这个是青椒 啊？所以这个视频告诫大家，非洲人民真的要那个叫啥？非洲人民真的要谨慎一点。你啥牌抽不抽呀？我先放一遍，啥牌抽不抽？抽不抽？我回来。骚抽，骚抽，骚抽，骚抽！大家听到哈，他说了还要少抽哈，再抽了怎么办？敢抽咋说？躲抽吗？